在一间酒楼，一个刀疤脸带着小弟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他强行向老板推销财神像，妥妥的敲诈勒索。老板苦苦哀求，但刀疤脸不由分说，一把抢过钱箱就要离开。这时刀疤脸突然被一把雨伞拉到，他定睛一看，只见雨伞的主人穿长衫戴墨镜，一看就不好惹。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黄飞鸿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沙河帮。但老大刀疤脸见状，不仅不逃跑，还准备反抗。难道他不知道千万不能惹穿长衫拿雨伞的男人？果然黄飞鸿拿着雨伞将沙河帮一众小弟打得落花流水。刀疤脸挥舞板凳想要袭击黄飞鸿，却被黄飞鸿用雨伞不停地抽打，紧接着又被一脚踹下了楼。黄飞鸿利用雨伞潇洒落地，抓住了刀疤脸。他准备将刀疤脸带到衙门，希望街坊能对刀疤脸的罪行作证。但大家看热闹行，作证那可万万使不得。因为缺乏证据，衙门当场释放了刀疤脸，而民团也将继续被扣押。刀疤脸对此怀恨在心，当晚就召集小弟带着做好的火箭跑到宝芝林纵火。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外国传教士目睹，带火的弓箭不断向宝芝林射来。黄飞鸿赶紧爬上屋顶查看情况，他折下一段树枝将射来的箭纷纷剥落。沙河帮的人见状赶紧转头逃跑，黄飞鸿向衙门报了案。而这次有外国传教士作证，提督很快就受理了案件，并且派兵搜捕沙河帮。刀疤脸知道衙门怕洋人，他赶紧找到美国商人基善请求庇护。他知道基善四处骗中国人去美国旧金山做苦力，于是提出可以帮基善拐卖妇女，以此作为庇护条件。基善一看有钱不赚王八蛋，立即就答应了下来。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了一个共同的仇人黄飞鸿。为了解决掉黄飞鸿这个麻烦，他们设下毒计，在码头邀请广东水师提督和黄飞鸿看戏。黄飞鸿和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十三姨一起来到戏园子看戏，但实际上今天的戏子都是沙河帮的杀手。他们等黄飞鸿一落座，就突然发难。黄飞鸿制服了两个杀手，四周却又突然跳出一批杀手，他们将黄飞鸿掷出飞刀，然后跳上观众台，挥刀向黄飞鸿砍去。黄飞鸿赤手空拳，几下就将杀手打倒在地。但杀手越来越多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提督赶紧下令让清军保护洋人先走，但洋人却不加分辨的向在场的中国百姓开枪。黄飞鸿非常着急，出手阻止了洋人，而洋人立马就把枪指向了黄飞鸿。就在这时，沙河帮想用石灰粉制服黄飞鸿，却意外替他解了围。黄飞鸿冲向杀手，他紧盯拳脚和手中的长棍，就将杀手打得七零八落。但这时一把枪突然指向了他，提督带人包围了黄飞鸿，旁边还有面旗子，上面写着民团争光杀尽洋人。很明显这是栽赃陷害，但提督也不辨真假，他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抓捕黄飞鸿。黄飞鸿没有过多的辩解，他只是提出要先回宝芝林救治被洋人打伤的百姓，提督同意了。不过他派出哨兵守在宝芝林门口，防止他逃跑。而黄飞鸿在救治受伤的百姓时，却意外得知了一个美国人的惊天阴谋。